道和禅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心中的目标是什么，你的诉求夙愿是什么，它就会给你相对应的你所需要的东西啊。那怎样才能得到呢？诚心。你想得到这种灵感的启发要诚心，你想让自己健康还是诚心，你想让自己得大智慧还是诚心，就是一心不二，所以也称为叫做不二法。你说哎，师父讲的道理我还没有完全看透，没有关系，佛我也没全看透他，但是我相信他是大慈大悲的，我就跟定了就可以了。所以禅是很奇特的，所以我们去应用的时候，想让自己更有悟性更有灵性啊，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更加多彩更加成功啊，更有魅力啊，更有智慧啊，更了不起，你都可以去把它修下去。那么修的方法就是越诚心收获越大啊，越假心越收获越小，诚心多大收获多大。